什么样境界现前，你都能保持清净心，都不染污，这叫真修行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修行不是天天在念经的，天天敲着木鱼念佛，不是那样的。啊，那也是一种方法，但是真正功夫就是你的觉性，你时时刻刻穿衣吃饭，这穿衣觉得这个衣服不好看了，你看你又起心动念了，你又分别执着了。啊，所以穿衣也是在修行啊。吃饭的时候，这个菜好吃一点，多吃几口，你看你贪心起来了。啊，那个你不好看的，就说不好吃的，不愿意吃的，你就拒绝的时候，你看你的烦恼习气全现形了。啊，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顺境逆境，你要把所有人都看成菩萨了，他是帮助我提升的呀，好事啊，好人呐、啊！啊，这个骗你的人、坑你的人都是好人。那没有他的时候，你的功夫怎么知道现前呢？譬如魔镜、狗镜明显，魔镜，诸位要知道，这是古人的著作，啊，黄老也是用古人的，啊，古时候这个镜子是铜做的，啊，要常常磨，磨得很亮，就能照见面孔，跟现在不一样。现在比从前进步太多了啊，所以说魔镜现在人都不懂，你要拿古时候的镜子，现在人家懂了是吧？但是魔镜啊，看看故宫博物院呢，那里头摆的你就晓得了，你就说那个镜子要常常磨啊，磨干净了，上面脏的东西没有，那镜子就放光了啊，它就起作用了。那我们修行也是如此，把我们的妄想分别烦恼习气要把它磨掉啊！怎么磨法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那就是磨啊，天天在磨啊啊！这个好人赞叹你，那也是磨啊，你要是生欢喜心就肮脏了，就被染污了啊！遇到逆境你心里不高兴又被染污了啊！所以什么样境界现前，你都能保持清净心，都不染污，这叫真修行呐、啊！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修行不是天天在念经的，天天敲着木鱼念佛，不是那样的。啊，那也是一种方法，但是真正功夫就是你的觉性，你时时刻刻穿衣吃饭，这穿衣觉得这个衣服不好看了，你看你又起心动念了，你又分别执着了。啊，所以穿衣也是在修行啊。吃饭的时候，这个菜好吃一点，多吃几口，你看你贪心起来了。啊，那个你不好看的，就说不好吃的，不愿意吃的，你就拒绝的时候，你看你的烦恼习气全现形了。啊，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顺境逆境，你要把所有人都看成菩萨了，他是帮助我提升的呀。好事啊，好人呐、啊！啊，这个骗你的人、坑你的人都是好人，那没有他的时候，你的功夫怎么知道现前呢？啊，所以常生欢喜心啊，看什么人都是菩萨，看什么人都是恩人啊，知恩报恩，怎么报法？报恩就是改过。啊，修善啊，一定把自己的说清净心保持住，平等心保持住，那能够保持觉心，那就更好了，那就很圆满了，这叫真报恩啊，真成就了吗？真提升了吗？这底下是夏老的话啊，这个是黄老的话啊，经中所云幻灭后之觉心，这个幻就是物质精神啊，物质诸位知道啊，在佛法称为色法，就物质啊，精神呢是心法，精神什么受想行识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感受啊，苦乐游戏时的感受，这不正常的
啊，正常的时候，正常没有苦乐忧喜时，你心是平的，心是清净的，永远清净平等，他就不生烦恼。烦恼是什么？苦乐忧喜时嘛，生这个，这烦恼。不生烦恼，他生智慧。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生烦恼就不生智慧，生智慧他不生烦恼啊。啊，所以他起的那个作用，作用是圆满的。啊，那么我们说实在话，我学了这么多年了。啊，我有没有得清净心呢？没有啊。清净平等就都没有得到啊。可是比一般人来讲呢，我这个得到的时候少分。啊，比一般人的心清净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天天在干。我警觉性很高。啊，所以天天欢喜。啊，尤其是答问。啊，我们在学习过程，同学提出的问题，啊，在访问的时候，啊，有很多问题都是你意想不到的，啊，提出来立刻就能解答，智慧，啊，什么有什么这个能力从哪呢？我的心比他清净。我就能答复他。啊，我的心没有他清净，我就答复不了他。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什么叫功夫？清净心是功夫。我提出来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就真功夫啊。啊，不能不用功啊，好处太多了。啊，特别是近代，啊，尤其是现前，啊，许多难题，啊，社会的混乱，灾难的频繁，我遇到很多宗教领袖问我，啊，也有很多。啊，各界的这些领导人啊，提出这些问题来问我，啊，我还都能解答。啊，所以诸位真的要是明白之后，我说过好几次了，啊，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局面要恢复到安定。好些，只要一年就做到了，整个世界的问题解决，啊，恢复到安定和平，三年可以做到。就是英国汤恩比所说的话：“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学，不是假话了，真的。”啊，我们自己要有信心的。从谁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，别指望别人。指望别人，你会生烦恼。指望自己啊，生智慧。那不一样。啊，自己学好了，就会影响别人。啊，这就是佛法里面讲，自度度他了。自己度自己还没有度了了，你决定不能度他。啊，觉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语言慢慢就成熟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